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今天就是阿语言授课老师林青。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这堂课，我们所有的上课讲义全部都放在我的网站里面。那你要访问我们的网站的话，请你打这串网址，或者你搜寻我的这个名字林青，林青的名字长这个样子，这样可以吗？那就是如果你是用学校的电脑，因为学校的电脑被我切过来了，所以你们其实是没有办法用学校电脑，所以现在大部分人应该都是如果可以用电脑的话，应该都是用自己的电脑。那学校的电脑现在是处于这个就是没有办法上网的状，没有办法上外网的状态了，所以你要打网址哦。那网址跟大家提醒一下，这个 HTTPS 是一定要打的，这个 S 一定要打。那个网址我写在黑板上，好不好？所以等一下，大家要这个开讲义的时候可以使用这个网址访问。好，那访问完了以后啊，这个你这是首页嘛，对不对？那你在这个右上角你可以看到 menu 这里有个授课内容。那授课内容今天我们上的是阿元程式设计导论。那你如果对我其他课程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直接就是点击去使用啊，这样子。好，那这个点进来以后啊，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我们的第一课到第16课。那我们上课之后录影就会放到后面。好，举例来说，像昨天我们上机器学习及演算法，哎，怎么会没有？我们看一下。好，你看这上面是不是有录影连接了？好，那个你就可以就是如果你回去要复习的话就可以了。那如果想要预习怎么办呢？哎，我们那个就是先前的课程也有录影，就去年的。啊，不过像阿远是完全没有改变啦，有一些课程它会有一些内容上微调啦，因为根据这个最新的这个就是研究啊，那因为阿远它本身是一个基础的程式设计啦，这个程就是它没有，我们不会说什么哦，今天出现这个什么新的东西啊，然后我们就要这个对它做一些改变这样子。好，那这个因为我现在是不能上外网的，所以我本来想要跟大家 demo 一下这个，就是过去的同学，这个他们有做了一些很厉害的这个网站，那我就没有办法 demo 了。那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节课，我想要我们的教学目标，还有大家最后要怎么打分数，那我希望你可以学到哪些东西这样子。好。这个我的教学目标啊，主要是希望大家学会写程式啊，不是说这个学会写程式这件事情，并不是说你可能这个举例来说，你需要画一张这个举例来说需要画一张散布图，那你知道要打这串语法，然后把这个散布图给画出来，这不是学写程式，这样不算会写程式，会写程式是说。哎，你现在有的工具就只有A、B、C 这样子，那你怎么透过这个 A、B、C 把它组合起来，然后变成你想要做的任意的事情？这样大家听得懂我意思吗？好，我们换个讲法好了，就是举例来说，大家应该都会用 Excel，对不对？可是你就会发现，有一些你可能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只会用最基础的就是函数那个，就是他只会用这个就是。他的那个公式，他都只会用一个函数，那所以他能够做的事情是不是就很有限啊？当然有一些函数很强大，它可以就是可以做出一些也很能帮助效率的事情。可是你就发现有一些很会用的人，他就是可以做出你做不出来的事情，他就知道用这些东西组合起来就可以做出来。好，所以我希望我的教学目标主要是希望教会大家这个程式逻辑的观念啊，这样的。那至于这个程式语言用的是什么这件事情，哦，当然我们是用的是 R 语言，但是这个其实这并没有那么重要。这个技能啊，以后你应该是可以带走的啊，这是我的教学目标。好，那我为什么选择用 R 语言来完成这个教学目标嘞？啊，主要是这个哦，如果你是有学习程，就是如果你有曾经看过很多个程式语言的话，你可能会了解到。有一些程式语言，就是这个电脑在跟自己沟通的时候，都是用最底层的0100之类的东西嘛，对不对？这东西你看得懂吗？你看不懂，对不对？好，所以程式语言有分从低阶到高阶的，所以从低阶到高阶，就是越低阶就是越接近机器嘛。
那越高阶就是越接近自然语言。那我也许未来就是基于就是 ChatGPT 等级的自然语言模型，会出现更高阶的程式码。可是，在现在所有程式语言里面，R语言已经相对高阶了。相对高阶就是我们不用去记一些这个，我们不用去记一些很奇怪的这个就是程式，就是有某一件事情应该怎么做。我这边举例来说，大家可以想象，今天我手上有五个数字，然后我的要求是从大到小，你给我排序。在R语言里面，你只要一个很简单的指令 sort 你就可以做完。在 Excel 里面，你又会觉得这件事情很简单，就是我做一个依照大小排序就好了，对不对？好，我现在请大家思考一下，你可以想象的出来，如果你现在你是一个人，你不要想说你会写程式，排序这件事情简单吗？排序这件事情，你会觉得，哎，你仔细想想看，你会发现没有那么简单。你要先什么？你要先一个一个把数字看过，然后你一个一个把数字看过，然后你看完了以后。你就把大小记录下来嘛，对不对？那你就发现哦，第三个比较大，所以我就把第三个拿到最前面，以此类推，对不对？你如果真的是这样想的话，你就会发现，那如果你有一百万个数字，你是不是要从第一个数字算到看到第一百万个数字？所以光排序这件事情啊，哎，就有分很多种方法哦。哎，这样子的速度一定很慢嘛，对不对？所以我是不是可以同时有十个人，好，各看十万份？然后十个人排出一个顺序之后，然后我再融合他们的结果，这样速度就会快一点，也可以当做是一种平均算，你可以把它想这样。那这个就是你如果要考虑到这件事情，就是你要去接触到很底层的机械嘛，这样大家懂我的意思吧？这个不好学，而且对培养逻辑观念，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那所以对于那些已经很基础的事情。就交给这个高阶语言去做，那我们就负责做高阶语言的这个就组合。好，那接下来下一个问题是，那你学完之后，我们通常，我定的这个教学目标很空泛啊，对不对？那我们通常会希望啊，就是你有一个具体的目标，这样你学这东西会比较有感觉这样子。所以你的具体目标，我希望你最后可以带走，就是，我们的期末作业就是，你会交一个网址上来。好，这边都是之前你们学长姐教的各种不同的网址啊。那这个网址就是一个网站，也就是说，在你这堂课全部修到结束的时候，你应该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网址。那你会有一个网站，至于那个网站内容里面要写什么，这个我告诉你，我本来有外网的话，我想要大家可以拍一下照啦，就是你可以自己就是用有网路的环境，或是用手机点进去看。可是它有一些是需要账号密码登录的啦，所以可能是没有办法，就是可能你是登不进去看的。好，这些都是你们上完一个学期的学长姐所留下的期末作业哦。好，所以我要讲事情是，就是这件事情其实没有那么难的，好吧？就是你要有一个自己的网站，那内容做什么？我现在不设限，因为我就是要教大家，我希望大家做到的不是说，我告诉你说网站上面这边放个超连结，好，你学会这串语法。在那边放个超链接，我希望的是我后面的教学会是我开一个需求，我希望网站长这个样子，然后你可以把它写出来，你可以把它组合出来，这样大家懂我的意思吧？好，那最后我就要讲我的这个期末的评分标准了。好，我想是这个样子，就是你如果今天你的期末作业就是交一个网站，就是给我一个网址，我不想看你的程式嘛，你给我一个网址，然后跟我说明你在这个网站要怎么使用。它可能会有一些互动机制啊，举例来说，我们可能我现在真的打不开了，我这边随便打开一个我自己写的网站好了，这些都是用R语言写出来的哦。好，我们现在来，我们就、啊、不然我们来找一个student project 好了 ，student 不过 student project 这边有一些这边有一些涉及的深度学习模型啊，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办，我们找一个最简单的范例好了，我们最简单的范例这个好了。这应该，啊，这个就是这个网站就非常简单，就是你可以去勾选一些你自己的这个营养的状态啊或什么之类的。那这边你选一选之后，你可以按指开始计算，然后最后你可以出一张这个出现一些这个预测值这样子。好，这个网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计算器嘛，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只是在图形上面有做了一些优化。
这个就算是一个很简单的网站，这样可以吧？好，那这个那这个如果说你要做复杂一点，也可以很复杂、哦。我这边随便举一个复杂一点的例子好了。好，这个给大家看一个复杂一点的例子。但这个就真的非常复杂了，就是后面可能还有深度学习模型啊等等。好，我现在来给大家看一下。好，这个东西是我们这个我们就是我的研究方向是有做这个就是用深度学习模型然后去解析心电图这样子啦。现在你们可能都听不懂那些什么字啊，但你只要看一下二期，这是我的病例号。好，我搜寻我的病例号，你看我就找到我做过的心电图，对不对？这件事情本身，这件事我想告诉你的事情，不是说叫你做出这件事，是告诉你说阿远甚至还可以做出这件事，这样可以了解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产生专业版人工智慧报告，这边就可以做出一些我基本的预测。我得给大家看一下。好，看到了吗？我看到了一些我的各种疾病项目的风险值。那我可以下载我的报告。好，大家看到了吗？我下载了我的报告。好，这是我的报告。好，那我甚至可以在后台看一下。好，举例来说，我们在小琉球啊，小琉球可能目前这样的服务已经给了753个乡民做了，然后它的这个 result 可能是怎么样？就是我们甚至可以我们的。就是用阿元写出来的网站，你应该也不会觉得很 low 嘛，对不对？应该能够满足你大部分的需求了，甚至它是一个可以用的网站，这样就是它是一个真的是实用的一个东西，这样子。好，当然就是你东西要写成这个样子，那是非常非常复杂了，就是这个不会是我们这个学就是不会是一个学习的上课就可以完成的事情。好，我想告诉你，我这边 demo 给你看的是它的潜力。这样大家懂我意思。好，那我们继续讲，就是评分怎么打。我刚刚讲的评分就是，好，你现在已经看出就是你要写一个网站了，对不对？好，你如果连一个网址都交不出来，就是说也许你会写程式嘛，你可以在 local 端自己执行，但是你就是没有办法交出一个网址，对不对？当然我会教学啦，但是你就是交不出来，那就这个，那我先跟你讲，你的分数就是60到80分之间啦。你就写一个心得上来，好不好？想告诉我一下，你这学期到底学到了什么东西？好，为什么你交不出网址，但是你还是有学到东西？你就交个心得过来，我看一下你心得状况给分了、啊。但是你一直60到80之间，那你只要能够交得出一个网址，就算你的网站点进去之后发现，哎、欸，怎么是上课范例啊？这样你就是80到85分哦，好不好？那只要你的这个那个，只要你对上课范例有一些。些微的调整啊，举例来说，哎、欸，你这个网址点进去之后，虽然大部分是上课范例，但是后面至少写了你的名字嘛，对不对？哦，这个网站是谁开发出来的？啊，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好，那我们就给个85到90分，大概是没有问题。好，那如果说你的网站啊是很多个上课范例组合起来的，就是等于说我发现你会组合的功能啊，这样懂我意思？虽然它。很大程度上面看起来还是像上课范例，这样你可能就可以有90到95的 level。那如果你写出来的网站看起来是至少不是抄东西，不是从上课范例抄，是上网去抄别人的，然后抄一抄之后又做了一些改变，然后你可以讲出为什么你要做这个东西的故事，那一定是95分以上，这样可以吗？我们的打分数就是这个样子。好，这样子这个讲的应该已经够清楚了嘛，对不对？有没有任何人对评分有问题了？好，没有，很好，那我们就继续。好，那这个在最开始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这节课的目标齁是真的要学会如何写程式哦。所以在我还没有讲说我的上课风格。我们这堂课的前就是我们的上课是这样子的，就是你上课上一上之后，就是我会教一些程式嘛，就是有点像解数学那种感觉。我会先教大家哦，这个程式码怎么做啊，什么什么。那后面我就会给你练习题，然后试着去运用前面的程式码。好，不过为了要培养你们组合的能力，就是我希望不是说哦这件事情就是带这个公式，这个东西就是带这个公式。我希望培养你们解题的组合能力嘛，对不对？所以在前八节课还是前七节课，我现在有点忘了，我教的程式码不会超过20，
会二十个以内哦，但是所有的练习题都可以用二十个解出来，而且我会示范，到时候我会示范这样。所以这堂课的重点其实是那个，就是你去思考如何组合的过程，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啊。好，那当然就是因为程式码不到二十个，尤其在前八节课了，所以你可以也许对于那个就是我有之前有学长姐，就是他们觉得就是先把有教过的程式码抄下来很有帮助，因为我跟你讲，总共就是二十个不到了，在前面的时候，所以你看到题目，你就是往那边看，你看看我到底教了什么东西，然后有些人就这样比较容易组合出来。好，那就是在第九节课以后，我会教大家比较多的程式码，那个时候一节课程式码可能就会超过二十个。好，但是就是函数了，那这个你不需要去把它背起来，因为实际上你要写网站的时候，你应该是前面抄的嘛。以后你会发现，即使是专业的工程师写程式，他大部分的状况下也是用抄的。抄了，可是我有我的需求，所以我根据那段最像的模板，我再把它改成我想要的样子。好，这样大家可以懂我的意思哦。好，那我们现在就首先你就要先安装程式语言。如果你是用这个，就是如果你是用学校的电脑的，就是你没有带自己的笔电的，你打开开始，你按 R Studio， 啊，你应该就可以点开，你应该就可以点开这个界面，就是等于说学校已经有帮大家都先装好了，降低大家这个开始的时间。好，你应该就可以看到一个这个画面这样子。好，那如果不是呢，你可能要自己下载。好，请你到 CRN 的网站，我的讲义都是上课，我的上课讲义都是那个都是一个网页，所以它都是可以点超连结的哦。好，举例来说 ，CRN 下载。我现在不能上网，所以说这个就是现在学校的这个电脑是在内网环境的，所以我不能点出去。好，那反正你就点了以后，你应该可以看到这个画面，请你根据你的这个作业系统去下载。好，然后选完选 base， 然后选 download 以后，然后安装。安装完了以后啊，我希望你在安装开发环境就是 R Studio， 所以你两个都要安装哦。就是如果你是用自己的笔电的，两个都要安装，这样可以吗？啊，我鼓励大家下一节课有笔电的就带笔电来。因为在自己，因为你以后要，你最后是要写个网站嘛，对不对？你最后是要写个网站，你总不可能说这个写网站的时候啊，我们来学校的电脑写，对不对？我们一定是直接用自己的笔电，或者在自己的这个电脑上面。你用自己的笔电会有个好，用笔电会有个好处啦，就是你遇到问题的时候，有时候是底层设定的问题，举来说你的资料夹指向错误啊，或什么的，我们在这里可以帮解决啊。你用自己在那个就是寝室的桌垫，可能这件事你就没有办法去完成了。好，那安装完了以后啊，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好，那我们现在就是我先确定大家到这一步好不好？就是已经到了这个画面了。然后如果到了这个画面你觉得无聊，那你可以先稍微贴一下。我们的上课大概都是这样子，你这样贴过来。好，你发现它可以动了，它可以再算了，那就没有问题了。好，那我先把荧幕还给大家，我确定大家到这一步。好，那我们来开始好好学习一下，就是程式语言，然后每一个细节这样子啦。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就是如果之前就算除非你真的已经非常会写程式了，那其实你其实不是很适合这个课了。那如果你其实你自己都觉得自己只是会一半的话，最好先把所有东西都先忘掉，因为就是你曾经会的某些东西会干扰你做一些事情，这样就是。因为你会想太多，你会觉得我还没有教到回圈，你就想要用回圈，对不对？但不是每件事情都需要用回圈解决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它是怎么做的啦。来，这个首先这个四则运算这一点，我们来看一下总共它有多少符号了。就是在左下角的地方，你可以直接跟就是你把它当做计算机，假如你可以打一加二，好，一乘三，好的二，五乘五，然后。这是什么五的三次方，对不对？你也三次方，你也可以这样打，好，你也可以这样打。好，那这个你也可以，也没有人规定这个没有，你也可以就是有先括号，对不对？一加四，好，乘以八，好，这样类似这样子。好，这个我不多做介绍，好不好？我相信这个你们应该大部分人都会。好，那比较重要的事情是这个这些。这个东西叫运算值，
这个叫运算子，这个东西啊，我没有算在我教的20个函数里面啊，你不能说我刚刚这样按一按就算了，那个算0个好不好？因为这还不叫函数。好，所谓的函数是这样，在 R 语言里面，你只要看到小括号，这边我要介绍第一个重点就是函数啦。我刚讲说我教20个以内是教20个函数以内的函数哦，好不好？来，大家看一下，在 R 语言里面，函数就是这样子，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函数的格式。怎么样的格式呢？有一个小括号，然后前面有一串英文字或者是一串这个英文加数字，开头一定要是英文字啦。之后我会教你们制定函数，你们可以自己写出一个你们想要函数这样子，这样你可以方便把很多的工作流程整合在一起，对不对？好，可是我还是先跟大家介绍，如果你现在要记笔记的话，这三个拜托不要写，好不好？这不算在20个核心函数里面。这个如果这个也算的话，那这样子的话，我会告诉你们为什么这些是不需要这个就是不需要写在这个里面。好，来，那这个来，那我来告诉一下。函数啊，函数数学上，你如果听到函数的话，你一定就会知道，你就是丢一个东西进去，然后它经过一轮运算之后，它就会出来一个数字，出来一个，不见得数学就一定是数字啊，对不对？但是就是有一个 output。这个，所以你就知道喽，这个函数它需要 input， 然后 output。那很多时候啊，我们其实不需要具体知道这个函数是怎么运作的。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对函数的记忆应该是。它的 input 是什么， output 是什么，至于中间的过程哦，不用去管，就好像我刚刚讲排序这件事情，它也是可以很复杂的，对不对？所以你应该只会记得我丢东西进去它就会帮我排好，这样就够了，可以齁。好，所以当我在教函数的时候，你不需要去知道它里面的原理。好，那这个，那但是你总要知道它 input 的格式跟它 output 的格式吧，这个总是需要的，这样可以吧？好，那以这个 exp 这个函数来讲，它就是进行自然指数运算嘛，对不对？它的 input 2它出来 7.38， 那所以它一定就是2的这个一次方嘛，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个函数就在做这个简单的运算。好，那这个 SQRT 这个函数，来，这个函数啊，这个2啊 1.414 啊，这个就是开根号，这样可以大家可以了解嘛。好，那我们来这个，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log 3，这出来的数字看起来是以这个自然底数为底，对不对？自然数为底 ，log 这个东西是有底数的，大家应该知道吧？刚刚前面那两个不需要任何额外参数，但是 log 是需要的，对不对？那你有没有发现，当你什么都没打的时候，哦，他就以为哦你是要以自然数为底。好，那如果你打上，假如说 base 等于3，啊，这个显然它就是你就是告诉他我的底数要是3。好，可是你会应该会注意到一件事情，当你不打的时候，他也是知道，你的底数是3。好，所以我这边要透过 log 这个函数跟大家介绍一个 R 语言里面一个很重要使用函数的观念。这个函数啊，它有可能有多个 input。但是有时候你不需要把它输入完，因为有一些参数是有 default 值的，有 default 值的参数不需要输入，那你就是使用 default 值。所以以 log 函数来讲，它的 default 值是什么？显然就是它的那个，你如果直接打 log， 你什么都不打，它是会告诉你 error， 因为我不知道我要对哪个数字取 log， 这样可以吧？可是你打了5。这个时候我没有告诉你底数啊，为什么他会知道？因为他有 default 值。那你可不可以去修改它？可以啊，你可以去修改那个底数值，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好，可是这个时候遇到一个问题，如果我这里我其实没有告诉他我这个5是3是哪一个底，是哪一个参数，他怎么会告诉我是 base 呢？因为这个函数啊，他其实我们打help log 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函数它其实是有一个顺序的，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第一个参数逗点，用逗点去隔开你输入的参数，这个是第一个参数，这个是第二个参数。如果你没有特别告诉他你现在输入的是哪一个参数，他就按照顺序丢进函数里面，这样懂我意思吧？但是如果你给他打了 base等于3，
好，你如果你我今天我给大家示范 log 53和 log 35是不一样的东西哦，应该可以理解嘛，对不对？可是如果我打 log base 等于35，它出来的就是哎，因为你有指定这个参数是 base， 所以它就把它移到后面去了，这样可以了解我意思吗？好，所以这是我们在学 R 语言里面第一个我们要我这边是讲的非常细啊，因为你们有些人可能有上那个昨天的课，你会发现我讲没有那么细，因为昨天的课不需要组合，昨天的课是教数学，这堂课是需要组合的，所以我会讲非常细节。好，你需要注意的是，逗点函数它一定就是英文，我们 summary 一下，就是函数一定就是英文加上小括号，小括号里面会有多个逗点去隔开你要输入的参数，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那它原则上是照顺序。你可以，但是你可以给它指定，所以你有时候会发现一个函数有时候可以只输入一个参数，有时候可以输入好几个参数，主要就是你有没有去改它 default 值啦，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了解了函数以后，我们再来介绍下一个东西叫物件，这是 R 语言里面的两大核心，只有这两大核心的，没有其他东西的，都我们一切的一切都是用函数跟物件去组合出来。好，所谓物件呢，你可以我们先看这一行。物件啊，相当于是一个记忆功能啊，相当于是一个记忆功能。你等号，等号在 R 语言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运算值哦。这个是什么呢？你把右边的东西传到左边。好，注意一下物件的命名原则，物件可不可以叫23？不可以，因为他会觉得，哎，这是以23这个数字。物件可不可以叫 X？ 一定可以嘛，对不对？可不可以叫 X23？ 可以。但是你的起始一定要是一个英文字，也可以是中文啊，但是反正就不可以是数字。如果是数字的话，他会觉得，哎，你是不是在问这个什么什么八等于23之类的？这样可以哈。好 ，X， 那他把右边，你如果直接打 Enter 的话，应该知道它出来应该是一个12这个数字嘛，对不对？运算完了以后，再一起丢到等号的左边，然后把它存成 X。注意看右上角，右上角现在是你的暂存物件的 list， 现在是空的哦。当你按下 Enter 的瞬间，它是不是就出现了？有一个 X， 它里面存了一个东西叫12，这样可以。那存成物件，你可以把这个，你可以把这样的一个东西想成是你计算，你在做计算机的，你在点计算机的时候，它不是有一些记忆功能之类的东西吗？好，那当然就是你想要把它叫回来，可以用 print 函数， print 函数还是不是核心函数哦？等一下核心函数我遇到的时候我会跟大家讲，就这个就是值得被记下来的，之后就是靠它组合出来。好， print， 然后你直接用 x， 你直接打 x enter， 也相当于是 print， 所以 print 不需要记啊。好， x 除以4，你可以直接用物件进行计算，x 除以4在这里，你可以直接用这个就是物件进行计算。你可以 x 的三次方，六次方，哦，那就你可以打出来了。好，所以这样大家知道函数跟物件是两不同的东西了吗？好，我们接着我们要再教一个函数，这是一个核心函数，我要记下来了。这是一个 C 函数，这是核心函数。C 函数是做什么嘞？那我们来看一下 C 函数啊 ，C 小括号里面放了5个元素，一逗点二，逗点三，逗点四，逗点五，然后一起传给 x， 对不对 ？C 这个函数的意思是，请你把里面的所有你的输入整合成一个向量。C 这个函数是这样子的意思。好，我们按下 Enter，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x 现在里面是不是有12345？所以它被打包成一个向量，本来数字就是一个一个元素嘛，对不对？它被打包成一个向量，向量是一维的数值序列，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接着你把它打包成向量有什么好处？你可以直接对，比方说你要 x 的三次方的时候，你可以一次对里面所有的元素一起进行运算，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向量的好处就是方便。好，那同个向量彼此之间也可以互相进行运算。举例来说，我这边再打一个 y 等于 c
六七九八十。那 y 跟 x，x 减 y， 好，你看我可以减出所有的数字 ，x 乘 y， 我也可以得到这个每一个暗元素相乘的结果。好，这样物件第一个核心函数 c 就是把东西合在一起，一起丢成一个向量。c 这个函数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啊，在我们进行练习之前，我再介绍 c 这个函数一个很重要的功能。x 是一二三四五，对不对 ？y 是六七九八十，对不对 ？c 这个函数不见得只能输入这个数字，你也可以把 x 跟 y 把它合在一起。你也可以同时输入 x 一 y 这样子，那你也可以这样输入，你的 x 其实本来就是 c 一二三四五，对不对？你可以这样子 ，c 里面有 c， 把它合在一起。好，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当你这样子的时候，你相当于你这样做的时候，这个是数学，就是这个是在写程式语言的时候你要学会了一个很基础的东西哦，很基础的观念，就是。我现在在下这串指令的时候，我相当于是 x 一跟 y 把它合在一起，对不对？那 x 是不是在我前面？我是不是有指令？它是这个东西，所以我也可以直接把原始的东西带进这里面，直接把它变成一整行。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很复，你可以先把它暂存起来，然后再丢进来。你也可以直接把它丢进来，这样大家应该听得懂我的意思。你之后会看到很多复杂的函数组合，有时候只是他没有把它，先把它暂存起来再丢下去而已，他只是把它直接放进去而已，这就是函数组合运算。好，反正我们现在核心函数只有一个 c， 跟一些运算子，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要做练习题。这个练习今天的练习一跟练习二都不会太困难了，你们应该都会觉得很轻松，但练习三就有一些挑战。好，练习一啊，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请你试着使用物件一，使用物件列出一到十的平方根与三次方结果。好，所以这个你需要先把一到十存到一个物件里面。显然你现在只会一个函数，所以说没有其他选择，这个非常简单。好，那接下来你如果试着用物件，你就可以知道这个物件它有个好处嘛，就是。它是不是这个主要说 x 它现在就是12345，对不对？你要把它扩充到1到10啦，这样可以吗？ x 三次方它是不是可以一起运算？好，这是一个方便的事情，这是物件方便的事情。所以物件有另外一个方便的好处，就是我现在请你回答这个符号是什么东西。我是不是有教这个符号是三几次方的意思，对不对？好，我现在要告诉你的是，请你看一下这个符号。这个符号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不容易，你现在这样看不容易找出这个符号是什么意思。当然，厉害的人可能归纳出这个符号是什么意思。那你要怎么去知道这个符号是什么意思呢？找规律。因为我是不是有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我们在用程式语言的时候，我们使用函数或使用运算子，你不要去背定义，背定义太困难，对不对？你要知道 input 跟 output。透过 input 跟 output 掌握规律，掌握规律了以后，你下次就知道你要做什么事的时候要用这个东西。所以，请你利用物件的特性，可以大量进行运算，找出 %% 这个运算符号到底是什么的规律，所以你就知道 %% 是什么了。好，那我们把时间给大家。好，那问题一要怎么做嘞？一到十嘛，对不对？那我们一定就是打 x 等于，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你一开始有一些人一开始进来画面可能长这样，然后在左上角有个加号，左上角有个加号点加 ascript， 这个语法是可以存下来的哦，主要说你可以存成 test， 好，以后你在右下角就可以看到一个 test， 你把它打开了以后，你点回来还可以点回来，好，这个就是等于说你要记录你的语法的话，你可能需要一个这个东西这样子。好，那我们来 x 等于 c， 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这样子你 highlight 以后按 run， 它就会直接贴到下面来了，这样可以吧？那这就是 x， 好 ，x 的三次方
欸，我到底是说什么？是什么？怎么运算？三次方，三次方就这样嘛，对不对？那这个开根号嘞？开根号 ，SQRT， 好，这样就可以开根号了。那这个你还可以开根号，也可以这样开啦。好，你可以二分零点五，啊，这样跟开根号意思是一样的嘛，对不对？所以其实 SQRT 真的不需要记。好，那这个，那我们第二个问题稍微难一点，对不对？你要透过观察，问题不是不会打，是观察不会观察。好，我们来看一下 ，x percent percent， 好一，那你会发现都是零，对不对？那 x 是什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嘛，对不对？这样观察不出什么。好，我们多打几次，二，看起来啊三，好了，因为我知道答案，所以我觉得观察会觉得很简单啊，但是。就是你可以多试几次，好，你多试几次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是其实是余数，就你除了这个数以后，整数的部分留着啊，余数是多少？好，所以这个是取余数这件事情，这个你后面就会知道，可能蛮好用的。后面我们有一个练习题就会用到取余数。好，那这个。来，我们现在这个，我们现在就是练习一的部分就完成了。好，这个你应该会觉得很简单啦、啊。那因为这个还没有开始组合，你现在就好像那个我们教数学的时候，我们教了定理一，现在出了一个问题啊，你就知道就是一定用刚刚的定理解嘛，对不对？一定会觉得现在很简单啦、啊。课程会慢慢增加困难度。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下一个我们要教的东西，叫索引。好，索引也是个重要的功能。这个我们刚刚讲它小括号，你看到小括号，如果前面有加英文，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函数，这样可以吧？好，那中括号如果前面有加，它不能乱加，它只能加物件。那它就是想要找出这个东西里面的。想要找出 y 等于6到6 7 9 8 10，对不对？ y 中括号1就代表我要找出 y 里面的第一个元素。不然你把东西合在一起之后，你如果没有办法把它分离出来，这样子你合在一起就会变得很麻烦，对不对？好，所以 y 中括号1就是 y 里面的第一个元素哦。那 y 里面的你这里你如果想要找出 y 里面的第三个元素和第五元素，你应该怎么做呢？你可能会想这样想，三五，你可能会这么想，对不对？好，你按下 log， 他会发现没有办法，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这一个里面，它只能 input 一个东西。你如果它不是用逗点，是用来分，逗点是用来做区分不同参数使用。这样懂意思吗？那如果它里面就只能允许你输入一个 input， 你不能够用逗点去把它区分开，就好像函数，你在写函数的时候，这个你现在如果做 sqrt， 你想要同时对一跟二开根号，二跟三开根号，你不能这样写，因为 sqrt 这个函数里面没有两个 input， 这样懂我意思吗？那你现在想要把三跟五一起取出来，那怎么办呢？第三个跟第五个。你需要先把它整合成同一个东西，有什么方法整合？用 C 可以整合。好，所以 C 这个函数是不是你第一次使用到？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因为它可以把，如果你有一个地方它只能够一个 input， 那你又很想把很多东西丢在一起，那你就需要用 C 这个函数，对不对？所以 C 为什么是我们第一个教的核心函数，就是这个原因啊。好，来，我们现在来看 C 三五，你就可以把九跟十取出来，这样可以了解我意思吧？好，那接着，如果你取六 ，y 里面有第六个元素吗？没有嘛，对不对？所以你这样按下 run 之后，它就会告诉你 na。好，那当我们教完这件事之后啊，我们要教另外一个神奇的东西，叫复索引。我们可以用复数索引。复索引啊，是复索引是一种。是复索引是在做什么的呢？主要是我如果是想要负向表列，不是正向表列。刚刚是说我要第一个元素，现在变成我不要第一个元素。好，那这样子的话，我得到的就是第一个去掉，剩下留下。
所以附索引是在做这件事情。附索引这个功能大家记好了，好不好？这个后面我们就直接跟大家剧透了，不然每次大家第三题，今天的第三题每大家都做不出来。今天的第三题会用到附索引，好不好？所以大家正索引跟附索引都要去熟悉使用哦，好不好？好，即我因为第三题我知道，即使我告诉你要用附索引，你也不见得做得出来，也是要想一下。好，那附索引你也可以附三、附三、附五，就是第三个我不要，第五个我不要嘛，对不对？好，哎，可是它也可以变成这样子哦，先三跟五这样子出来的结果，你应该可以想象吧？它就是三五嘛，对不对？我可以附在外面。然后再一起丢到索引里面，虽然这样看起来，这一行简单的看起来，它好像就是它好像看不出来，它其实里面用了三次，就是其实做了三次的这个就是等于说运算，它先把三跟我合在一起，这是第一次，一起给它加符，一起给这个物件加符号，这是第二次运算，然后第三次运算是把它丢到一个物件里面去当索引值，这样可以哈。好，所以有时候那个程式码看起来很短。它其实你要，我想要告诉你的事情是，你不要去记住说哦，第三就是我不要第三个跟第五个元素它写成这个样子。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一串语法里面它有三个运算的组合，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索引有一个好用的地方在，你可以把三跟三乘以五的结果丢到某一个物件里面的某一个索引值。现在 Y 这个物件里面有第七个元素吗？没有，对不对？但是当你打下这一行的时候，程式电脑就知道你要把三乘以五的运算结果，这个等号右边的这个东西丢到 Y 里面的第七个元素。好，我们丢丢看，我们来看结果，你会发现六七九八十这个没有改变，对不对？电脑知道第六个元素是什么吗？不知道，所以它填的内容。第七个元素它知道是什么，因为刚被你指定的嘛。所以它是15，这样可以接受吧？如果该位置原先已经有内容，那你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哎，它被覆盖掉，因为后面打的程式嘛，可以压过前面的东西，所以它可以一直取代。这样可以了解我意思吗？好，接下来索引也可以这样运算。来 ，Y1、Y2、Y1 是什么 ？Y1 这一串。就是相当于把 Y 里面的第一个元件取出来，所以 Y1 相当于是6，这两个意思是完全一样的嘛？对，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好，那 Y2 呢 ？Y2 就是7嘛，对不对？一起运算完之后，把它取代到第三，把第三个元素给取代掉，这样子你得到的 Y 就是6713，把以此类推下去。好，同理你也可以4×5，把6这个数字把它抓出来。好，8×10=80，对吧？可以接受。好，如果这样呢？你可以这样，3×3，好，2×3=3，可以这样子吗？好，可以哦。注意，它是先把 Y2， 因为它的运算逻辑是这样子哦。Y2 是哪一个数字？ 7，所以它先把这里取代成7，接着它再把这里取代成13，然后一起填到等号的左边。只有在等号的右边运算完成之后，它才会一起打包丢到左边。所以在打包以前，三是还没有被改掉的，这样懂我意思吗？好，我给大家看一次。好，你看 Y 是不是现在是不是它被取代成91了？可是这个时候你同一行程式嘛，再做一次，它就变因为它数字改了嘛，所以它这个的 Y 它数字会一直改下去，这样懂我意思吗？好，这件事很重要哦。等号的右边在，等号的左边在运算前是不会被右边的结果影响到的。右边运算完了以后会一起丢到等号的左边，然后再把它覆盖掉，这样可以哈。好，接着我们要做练习二啦，这也是一个简单的练习题。好，请你给一个整数向量，然后我希望你不要自己算了，好不好？我现在跟你讲说，好，请你。我现在跟你讲说，请你这个产生一串向量。好，你说好 ，x 等于好 cd， 大家的第一码都是一，然后第二码是学号后面那一码，或者你随便找个3都可以。我希望你做什么事呢？
我希望你做、第三个数等于前两个数相加、啊、那你就知道是4嘛，对不对？欸，拜托你不要这样打好不好，你给点程式嘛，用运算，用索引去运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欸，等一下我会在后面会讲为什么我希望你用索引运算，因为你贴程式嘛，所以会快很多。好，那你第四个数是乘前两个数相乘，好，12。第五个数是前两个数相加，16。第六个数是前两个数字相乘，好，这样以此类推下去。好，所以请你用索引完成这个数，你的开始只能够是这样子，之后你都用索引运算去完成这件事情，你就做七个数字就好。好，这只是教你熟悉索引而已，请你一定要照苦工打出来哦。这一题拜托不要去贴程式码，因为你自己打跟去贴程式码效果是完全不一样。好，那我们给大家试一下。好，那 我先来跟大家讲一下，按照我们的需求，我们其实啊要做出来的方法是这个一定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在 R 元里面运算齁，就是你打完一行之后，等号的右边才会一起丢到左边去。你不能这边还没完，这一行还没完成，你就想着要又对 X 做其他事情，就不能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这一行完成了以后，接着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是前两个数，第三个数是前两个数相，这个就是相加嘛，对不对？那前两个数是什么呢？ X 里面的第一个元素加上 X 里面的第二个元素等于 X 里面的第三个元素。好，这样可以吗？当我们这样做完之后，你可以打 X 把它 print 出来看一下，这是不是我们想要的。是，那我们就继续。那接下来下一行要怎么打呢？下一行应该是这样打嘛，对不对？等于相乘，好，第二个数、第三个数等于第四个数相乘 ，run print， 好，是不是以此类推？这没有问题。那接着你要大量到第七个数，是不是？你可以这样子复制多一点，好，五、六、七、三、四、五、四、五、六，好，这样改是不是很快？好 ，run x， 好，这样没有问题吧？好，那你现在一定会觉得就是很白痴啦，为什么我一定要教大家做这件事情？好，主要原因是这样子，哎，还记不记得我们这个数字啊？这个数字它是不是一直就是这样一直加一下去？它是不是可以透过代数的方式？它们其实是有固定的间隔，这两个数字都差2，对不对？这两个数字都差1嘛，对不对？所以我是不是可以产生一个新的物件叫 i 等于 1， 然后我把 i 放到这里来，那这里是不是 i 加 1 可以接受吗？那这里是不是 i 加 2？ 这样子完全合法，对吧？可是有什么好处呢？东西变得干净。好，你再仔细看一下，那我们这一行要怎么改 ？i 等于2，这里呢还是 i 加2，对不对？那这里呢还是 i， 这里是不是还是 i 加 1？ 这两行唯一的不一样就是加号变成乘号了嘛，对不对？好，如果你能够思考到这一步的话，你要贴起来是不是快非常多？因为你刚刚要改好几个地方，你现在只要改3、4、5、6，这样对吧？这样你是不是很快的，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很长的，快很多了嘛？还可不可以再进一步改得更快？也可以啊，来，2是什么 ？i 加一。哎呀，那这里是不是还是也是可以改 i 加一？那这样子复制起来，哇，这个速度已经不知道快到什么程度了。你只要一直贴，这样就好了，对吧？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所以为什么要代数化是这个原因呢、啊？好，当然啦、啊，就是你现在会觉得，就是你现在会觉得，你们有人一定曾经写过其他程式，或曾经听过，你们知道回圈这个东西啦。可是你要使用回圈以前，你需要会这个东西，因为回圈，你在使用回圈就是指请电脑不断重复执行某件事。你那件事情必须是不能改，你这样才会让东西不能没有改，你这样懂我意思吗？你就是这两行的重复执行嘛，对不对？
它没有改，所以它就是一直重复下去就可以一直完成你想要的事情，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学这个东西是回圈的基础，虽然我还没用到回圈，但是你必须要会这件事情。回圈我今天不会教了，我下一节课才会教回圈。那你可以回，就是如果你要跟上下一节课的话，这个基本的这个我刚讲这件事情，我不确定就是你是不是真的懂了，我希望进入你的脑袋了，这样你后面做回圈能做下去。好，那我们接着要教今天的最后一个小节啦，就是熟悉阿元里面基本部件。今天就只会教大家索引 C， 然后跟索引跟函数，而且函数只教了一个，对不对？那我们教了一下索引要怎么用，然后我 demo 了一下代数，就是等于代数啊，你看我刚刚在 demo 代数嘛，对不对？然后 demo 了一下副索引嘛，对不对？我目前教的就这些东西了。在第三节的时候，刚刚刚好有个人问我一个问题啊，这个物件只能是向量吗？不是，物件总共有好几种属性，有变数层、阵列层跟列表层。这个层啊，是指说就是你类似那个我们在分类生物的时候，不是有什么界门纲目科属种吗？对不对？这个层相当于那个最大的那个，就是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那个界那个 level， 界那个这个动物界下面还有好多好多门嘛，对不对？脊索动物门啊、棘皮动物门等等嘛，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变数。我先跟大家讲这三种这个层，这三种层它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它最大的差别在数值的这个就是的这个就是维度。变数层里面的变数层，它的维度都只有一维，也就是它都是一个序列啊，第一个物件、第一个元素、第二个元素、第三个元素、第四个元素，这叫变数层。阵列层的物件是它会有结构的，举例来说，二乘三的矩阵，或是二乘三乘四的，这东西叫什么？这个你们应该没有学过，叫张量，叫 tensor。好，那它还可以无限扩展，它可能会变成这个二乘三乘四乘五的阵列，就是它的结构可以长得不一样。有一个特定的结构在，不是只有一维的数列，一维的数列跟二层的矩阵，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你们应该感觉出来。好，那除了矩阵以外，还有一个东西也在阵列层，叫资料表。你从 Excel 里面常常你可以做一个，就是你可以做一笔资料嘛，对不对？存在 Excel 里面 ，Excel 读进来里面，它就是一个资料表。资料表比较像二维矩阵，但不一样的地方是，你可以对每一个variable 做定义，就是你可以定义说，第一个 variable 是连续变项，第二个 variable 是类别变项，以此类推。好，这是第二层阵列层。第三层是列表层。列表层我们等到教到的时候再来讲，就是凡是不属于上面的都是列表。我们就这样先这样讲好不好？好，那列表层的变化非常多，等到我们学到的时候我们再来讲。我们今天只会教变数层，我们下一节课也只会碰到变数层，在下下节课就会教大家阵列层的东西，然后大概第五课、第六课的时候再教大家列表层。这边现在只是先跟大家讲一个，就是我先讲好定义啦，你要知道你现在 raw map 到哪里。好，那我们来看我们变数层啊，我们变数层它只有一维，对不对？那我们这个动物界里面，我们的这个什么脊索动物门啊，这个那些它的差别在哪里？它的差别是那一个同样都是一维的这个一维的物件，那它里面可以有很多放很多东西嘛，可以放数字，也可以放逻辑值，也可以放整数，也可以放文字，也可以放日期，它可以放的东西可多了，这样懂我意思吗？好，那我们来，首先我先教大家，这是核心函数，这也是核心函数哦。你要记住这两个，我们今天又教了两个核心函数哦。S 点叉叉叉，这个叉叉叉就让我作弊一下，把它转成是同格了，好不好？因为这是 S 点 integer， 就是整数嘛，整数化。S 点factor 就是把它 factorize， 但你现在还不知道 factor 是什么，等一下
等一下我们再教。好，这两个函数也是需要学的哦，就是你会一直用到的，会一直用到的函数，就是 s 点叉叉跟 class， 还有刚刚讲 c 嘛，对不对？你可以把它记下。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第一行这一段到底他在讲什么。来 ，true false 就是逻辑值，在 R 语言里面就是逻辑值。true false 可以一起丢给等号的左边，丢给 a， 所以 a 是一个逻辑向量，这样可以吗？好，然后接着你问 class 这个函数就在查询物件的属性。好，他如果现在问 a 是什么，他会告诉你是个 logical 逻辑向量。好，你如果问他 x 是我们刚刚那个 x 现在是一串数字嘛，对不对？问他 class x， 他会告诉你说这是一个 numeric， 这样可以吧？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来，这 b 等于12345， b 等于12345，来问一下，现在大家觉得打 class 它出来会是什么？你应该觉得它会是整数，对不对？我们按一下 run， highlight 起来，你有两行程式嘛，你可以这样 highlight 起来按 run， 它会在下面出来，它告诉你它是 numeric。哎，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数值也包含整数，对不对？所以在 R 语言里面，你打下 C 一二三四五之后，他就觉得，我先认为它是个数值，好。好，那可是我觉得它是整数啊，那我要怎么把它改整数？我可以强迫它改整数。B 1等于 S integral，B 等于 B 1到 class 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可以，它就变成这个整数了。B1 跟 B 看起来没有任何不一样，对不对？你如果用 B 减 B1， 出来的答案也全部都是零。所以到底他们两个差在哪里呢？来，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右手边。右手边，哎，这里list 这里我们可以改这个这里 B 跟 B1， 你没有发现这 size？Size 是指说这个物件在记忆体里面占的空间不一样，这个需要涉及一些就是计算机的很底层的一个概念。正常来讲，我们在使用这个电脑的时候，整数是使用32个0跟1去记录，所以整数其实是有个范围的，负2的31次方到2的31次方之间，整数其实是有范围，就是在使用电脑的时候，但是你很少会用到超过这个数字。但是有一些程式在出现你打超过这个数字范围的时候，它可能就会给它 error。那个 numeric 跟 integer 差别最大的在带小数点后面嘛，对不对？那所以 numeric 就需要除了前面32个位元去记录整数的资讯以外，它还需要后面32个零跟1记录小数的 part， 所以对于上面这个 B 来讲，虽然你没有看到它的小数，那只是因为它的后面的那32个位元、32个0跟1它全部都是0，那对于 B1 来讲它就直接省略。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小的差别，就是你在使用的时候几乎没有感觉到它整个差别。可是啊这个就是我只是就是告诉你这件事情，你不需要，你这件事情忘记了或是没有办法对它推广没有关系，这样可以吗？好，那接下来 C 等于 0.7-0.9， 这个就真的是带有小数的，对不对？这个带有小数的你把它强迫变整数，这个就会造成资讯损失咯，那势必它就会把小数，刚刚我后面讲的它小数后面的32个直接把它取消掉嘛，对不对？好，我们来看 C1， 仔细看，仔细观察它是怎么舍去小数的。 0.7 变 0-0.9 也是变0哦， 1.2 变 1-2.1 是变2，它的方向不太一样哦，没有说一律都是往左移位哦，不是说一律舍去小数变成这个，就来说负 0.9
如果舍去的话，应该是变负一嘛。所以它的方向是往零跑，不是往左边一格最近的整数跑，也不是四舍五入哦。这样懂我意思吗？这件事情，这个是 as integer 的特性。因为他在电脑里面实际上是把小数的那边直接给丢了，这样懂我意思吗？所以他的运算逻辑可能会跟你已知的任何一个逻辑就不一样，他是往零跑的，这样可以齁。好，那来 D 等于，如果在 R 元里面你需要打文字，你需要用双引号把它抓起来，双引号把文字把它放进来，那你把 A就是一个文字嘛，对不对 ？A B C D E 用 C 这个函数一起组合成 D， 你得到的当然就是一个文字向量，这样可以接受吧？比较特别的是 S factor 这个函数，这个函数很重要。虽然 S 点叉叉，我是讲它是一个大集群，但你们大部分的时候只会用 S factor 或者是 S integer。S integer 有它的好处嘛 ？S integer 发现它可以舍去。那个就是它是有一些改变的，对吧？好 ，S factor 带来的改变是什么呢？我们来看 D1， 仔细观察 D 跟 D1 差别在哪 ？D 这里有双引号 ，D1 没有双引号，然后出现了一个叫 levels。factor 是把你的文字或者数字也可以改成类别变相，这个类别变相是一个统计的观念。就是你在做统计的时候会需要用到的统计，你需要用到类别变相，你需要知道有几个特征，就是你需要知道这个变数它有几个类别，哪些类别。所以 S factor 它会把这一串向量做一个建档，先去建说它到底有哪些类别，它有 ABC 三种类别，那它就会产生一个 levels 的这个物件属性。在其他你刚刚从来没有看到 print 出来会有两行的嘛，对不对？因为对于 factor 来讲，它会有个内在的物件属性叫 levels， 因为那是它的字典，这样懂我意思吗？好，接着你如果把 c 这个 c 跟 d 合在一起，这个 c 这个函数本来就可以合并两个物件了嘛，前面我们就学过了，对不对？可是 C 是一个数字， D 是一个文字，他们俩合并起来会变什么？你们觉得会变什么？你们猜一下，文字还是数字？为什么？很好，因为文字应该种类比较多嘛，对不对？这个数字可以表达成文字啊，可是文字不能表达成数字嘛，对吧？不然 A 到底是几号，对不对？你看它会变文字的哦，因为文字的这个文字的讯息量比较多一点。好，那现在问大家，来 ，C1 是什么？整数。D1 是什么？因子，对不对？那 C1 跟 D1 合在一起，大家觉得会变什么？大家觉得会变因子。好，开讲，变整数。为什么呢？我们再来看 D1，D1 是因子。D1 你现在看到它长这个样子，实际上它是有一个内在属性是 levels， 有个内在属性是 levels， 这里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二个，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整数，而且因为它是跟 levels 有对应的，对不对？所以因子其实只是正整数，它比整数的位阶还要小，它只有正整数。你思考一下，你如果把东西变成一个类别变相，首先你当然要先建档，用 levels 去建档，这个没有问题，你是需要建档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对不对？可是下一个问题是，你建完档了之后，你觉得你会有哪些数字？你只会有正整数哦，真的不会有正整数以外的数字哦。所以 factor 的这个东西，这个物件的属性，它就是正整数，只是带有一个 levels 的内在属性。所以正整数跟整数合并，那当然是以整数为主，这个可以接受吧？好，我现在跟你讲这些有的没的，你就会发现，我这好像是一个要背的特例，对不对？因为你
你看到的 factor 跟你想象的 factor 不一样，对不对？好，我跟大家讲，请你不要背。你需要的是，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请你就直接尝试着问阿元，让他告诉你什么东西是真理。如果今天阿元一万打出来，它是一个 factor， 那抱歉，这就是真理，这就是定义这个阿元的人他当初思考的逻辑。所以你不要试图去说，哎，为什么逻辑长这样？那不然你就不要用阿元嘛，去改用 Python 嘛，对不对？啊，所以有时候在这边，你不需要去试着去解释他说，哦，为什么这个作家写了一篇新诗，对不对？这个可能是爸爸离去了背后，这个时候他想到了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所以说他在这边写出了一句话。有时候作者没有想那么多啊，这就是被定义好的，这样懂我意思吗？你就是问他就对了。我们知道这个工具是拿来使用的，对不对？至于这个工具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你不需要去为他强加解释。好，接着来，我们要来这个，我们要来讲一些比较后面的事情了。来，第一，这个物件它是一个因子，被 factor 完了以后，它是一个这个 factor， 这个就没有问题。我们再教大家两个核心函数，这两个是核心函数哦 ，length 跟 levels。length 是问这个物件的长度 ，levels 是问，哎 ，levels 只能对因子向量做使用。Levels 只能做因子向量做使用 ，Lens 就是问他这个长度多少 ，Levels 就是问他这个你的内在属性是什么东西呢？它出来是一个文字，就告诉你它的字典里面长什么样子，这样懂我意思吗？好，那这个 Levels 不能对 ，Levels 不能对 D 使用哦 ，D 是一个文字，它还没被建档，所以说你对一个文字向量使用因那个 Levels， 它是不会出现结果的。除非你先对它做建档，建档就要 factor， 所以你可以这样 factor 以后，先对它 as factor 以后，再对它取 levels， 这样就是先建档再取 level， 这样懂我意思吗？好，来，那如果我想要问一个物件的类别数，一个变数它总共有几个类别数，我不是想知道它有哪些类，我想问它的类别数。你就可以先对 D1 取 levels， 你就会得到 ABC， 对不对？你再对这个新的物件，这个文字向量取 length， 你是不是就会得到3？这个3是什么意思？ D1 有3个类别，对不对？ D1 有3个类别，所以你把 levels 跟 length 组合在一起，是不是你相当于把 categories 把它直接用左等号左边的这个东西贴过来，所以函数可以组合起来，你可以获得一个单一函数得不到的资讯，组合函数的妙用就在这里。好，现在我们要练习三了。这一题不容易解哦，请你直接复制过来了以后，好，复制过来以后你执行，你就会得到一个 x 嘛，对不对？好，现在请你回答三件事情。第一个是，这串数列共有几个数字？这应该非常简单，一个函数就可以解决了，对不对？接下来共有几种数字在 x 里面？这个数字最大的你看到20了，对不对？所以它显然总共最小看起来是1，最大是20。你可以问一下它有几种数字在里面，你会发现漏了几种。所以第三个问题就是，请问缺了哪几种？你不能，你必须直接打出是哪几种，你不能够说这个，我知道它就是1到20。然后我就是要看出哦，它总共有这16种数字哦，我就一个一个对出来哦，它没有7，这里面有7吗？这边没有7，你不能这样，你不能透过用观察的，你要写程式。第三个问题不容易，我们给大家一些时间。好，我们来看这题怎么解啦。这个前面两个问题大家都完成了，因为那一样画葫芦啦，这个难度不高。第三个就非常有挑战性，可是我们来跟着解题思路来做一下怎么做了。好，首先第一个问题是这个 x 有多长啊？啊，这个应该不难，就是 length 嘛，对不对？这个是送分题啦，这个 x 就是总共长度186了。你当然不可能慢慢算，因为这是一个函数就可以解决。那下一个就稍微难一点啦、啊，你想要知道这里面有哪些有几个数字？好，几个数字 length 你刚刚有示范过了，就是 length 跟 levels 的组合嘛，对不对 ？length
levels。好 ，x， 好，最后出来是零，出了什么问题？好，应该很明显，你会知道，因为 x 的 class 现在是 numeric， 所以说你必须把它因子化，它才能够有 levels 这个属性嘛，对不对？所以这一题就引申到我们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们现在以为我们打 levels， 我们以为 R 语言就会自己知道。我当然是要对 factor 求 levels 啊，他怎么会不知道？抱歉，他就这么笨。所以你要知道你的函数的 input， 你需要的 input 到底是什么属性的，你这件事要确定清楚。之后我们还会遇到很多问题，都是这个问题，都是这个东西没搞懂。好，那这样子我们当然就可以得到是16嘛，对不对？然后我看你们有很多人有打 levels， 你们就会发现，哎，它就是这16个数字，对不对？好，或者是只有打到这里，你第二题要解到这里为止，大概我都会觉得我都是可以同意的，就没有问题。好，现在下一个问题出来了，我很明显看到它就是1到20，对不对？我现在想要的是到底哪些数字它没有出现，注意我讲是没有，没有，所以你会导引到你往负索引去跑，对不对？那我要怎么样去负索引呢？首先我要负索引的话，我是不是就要有一个被索引的一个物件，那个物件应该是1到20，这个大家应该可以同意吧。好，所以我们要产生一个 y， 这个 y 等于1到20，这样打就可以了，1到20这样打就可以了。好，但是你打 c 1 2 3 4 5 6 7 8 9 10，然后到20大概没有问题，这只是花时间，这不是解不了题目的关键 y。 好，接着我要对它，我要看看 y 跟这个 y 跟这个 x， 这个 levels x 这个东西，我们先把它存下来好了，我们叫它 z 好不好 ？z 等于 levels factor x， 这个 z 是我们的那些 levels 嘛，对不对？我要看看 y 不要 z 的里面，对不对？那你一定会想到很多奇怪，我要什么等于啊，什么之类的，对不对？可是我没有教啊。而且我给你们提示要负索引，对不对？哎，你们有没有？我刚刚有看到有人想到了，你有 y 嘛，对不对？你是不是可以负 z 啊？你负 z 照道理来讲，是不是？你是不是就不要1不要2不要3不要啊？不要7不要8不要9哎，七是不是被我保留下来？我是不是可以负 z？ 可是你现在按下 enter， 它就做不出来，为什么？因为 z 现在是文字，不是整数。对，把它整数化。把它整数化以后就会出来，这样懂我意思？所以你缺一步，但是那所以你们知道重点就是我们今天学到的重点是什么？我们今天学到的重点是这样子，就是第一个，首先就是你要对函数，反正函数就那几个，很有限，对不对？所以写下来，然后它的组合，你思考一下他们有没有可能组合出一些你想不到的东西。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所有的函数的 input 都是非常清楚定义的，一定像是 levels 一定要是因子， R 语言没有那么的聪明，你必须先把东西改因子才能丢进 levels， 所以你一定要注意一件事，你想要用索引，你需要让它是个数字，你不能它是文字，你文字不能取负号，对不对？每一个物件你在做的时候，你如果发现 error， 你的解题思路构思出来，你发现 error，请你去思考，你现在丢进去的东西是不是符合你那个函数 input 的条件？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吧？我们今天就学这件事情就好了。好，我们今天就上课上到这里了。重点是组合，重点是组合，这样可以。还有属性，组合属性，然后我们组合了什么呢？函数跟索引，就是这样子。那我们下一节课会教回圈，这些就是基本功啦。那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啦，就是在下次上课以前，你可以重新再看一次练习三，你看你是不是解出来？再找个时间，我都已经解过一次了，你照道理应该要解出来，但是你还是有可能被卡住，因为你会忘记什么，就是物件属性啊那些有的，再重新解一次出来，会对你很有帮助。好，那我们今天就上课上到这里。